看一下这边机场附近是什么样的啊，我们现在还在等姐姐出来。有好多拼图，哇！这边是无脸男的卡牌吗？奇怪的东西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轻松虫，哇！这还有轻松虫的衣服，我天哪！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，但是好像这个衣服的颜色都很满意夏天的。哇，好多人呐！收获满满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清水寺的方向过去了，听到清水寺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今天风景好。我要把头发拿下来。京都的天已经黑啦，穿了一天的和服，超级累。这个鞋实在是很然后特别难，都是走在石板上的那种，所以都会有点抖。出发去高松了，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到大阪南波站了。今天天气超级好，我们打算去高松港口坐船去小豆岛。高松港口每天都有不同的船往返于这个周边的很多小岛，但是一定要提前看好时间，不然的话很容易会要等好久才能坐到一班船。
直岛呢，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艺术之岛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美术馆。You will go in.